个又是我们贵州的特产哈，我们平台指定的产品，香烤牛肉粒、牛肉干，还有这个五香的牛肉干，原味的牛肉粒，有黑胡椒的，还有香辣的，大概呢就这样的配料，牛肉、白砂糖、植物油等等啊，净含量32克，净含量30克，44克，40克，香辣牛肉粒，哦，这个一袋呢不多，标注了吗？30克。不、哦、这个是能看出来哈，肉每个味道的颜色还不一样，有的就像那个硬粑粑。哎，香辣牛肉粒这个偏硬一些，牛肉干牛肉粒要怎么吃它呢？就这样嚼，越嚼越香，当然牙口不好的那就算了啊。这个牛肉粒跟我之前吃的那个不一样，它外边有一层这什么东西，就外边有一层这种毛茸茸的感觉，吃的第一口会感觉软，嚼着嚼着会硬，然后越嚼越香。可以，但是这种小包装一个人吃一袋没问题，味道确实不错，无论是黑胡椒的、香辣的还原味的，我觉得不错。大家看自己情况了，贵州牛肉好吃，为什么平台不整点那个贵州的牛瘪汤、牛瘪火锅，要那个我肯定啊。嗯，这个味道确实还可以啊。 OK， 下边呢我们吃辣子鸡。